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11 Online 和我们一起崇拜。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呢，我都代表列宣家呢是会欢迎你。今个礼拜呢那个疫情麻麻地，在未来的日子呢可能我们更加少机会可以出来见下朋友。不过不紧要，求主都给我们呢有健康有平安，也都求主给我们呢心里面仍然是有那一份的喜乐。今个礼拜是由我来到讲道的，我会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至到四章一节，而我讲题呢就是终于照明的喜乐。我都鼓励大家呢，如果可以呢都带一本圣经在你身边呢，那我们一阵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就方便你去查阅了。我们现在呢一起低头我们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神啊，你是奇妙的神。神啊，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给机会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但主你都保守了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求主你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都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去敬拜神，因为这位上帝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摆在主的脚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祂。 I offer my life。Thank you.
保罗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嘅恩相称。我哋每一个人被召，原意就系要去宣扬嗰个领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嗰位嘅主。神对我哋每一个人嘅呼召都系个别嘅，但系我哋嘅使命系一致嘅，因为我哋系被神拣选嘅族裔，系有君尊嘅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忠于召命的态度，有着对得住神的行为，在侍奉里面充满喜乐。上個星期呢 Dennis 就提醒我哋，首先呢要處理外面嘅糞土，即係話呢喺信仰上面一啲嘅異端呢，我哋要同佢劃清界線，跟住呢就要處理內心嘅糞土啦，就即係話呢可能喺屬靈上面啊，或者喺肉體上面呢，我哋一啲嘅驕傲，例如我哋覺得嘩我都好熟聖經喎，叻過好多人喎，又或者我覺得我都搵好多錢喎，多過好多人，咁嚟咗呢啲驕傲。當我們處理了這兩種的糞土之後，我們就要開始調教我們自己的眼光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凡事都要以天國的事為念，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糞土之中去成長，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喜樂裡面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我們真的想好像保羅那樣能夠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們必須好像保羅一樣，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那个的召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咯，耶稣基督的门徒咯，天父上帝的儿女咯。那我们的召命是什么？那我们首先搞清楚了什么是召命先。这个名词召命是包含了有两个意思在这里。一个呢就是呼召，第二个呢就是使命。呼召呢是上帝向每一个的信徒在不同的时间那里去发出的，而每一个呼召呢都是独特的、比方说、今天上帝呢可能呢就会呼召 Agnes、就是温哥华这个地方做一位小学的老师、听日上帝又可以呼召 Brian、去柬埔寨做一个传教士、跟着后日呢上帝又可以呼召 Carmen辞了份工回去照顾病了的妈妈，跟着大后日上帝又可以叫 David 呼召他去非洲做一些义务的医疗工作。所以呢呼召呢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呢都是独特的，而且那个呼召呢是可以随着时间来到改变的。譬如我自己、用一个例子，其实呢我是去到大约差不多50岁了，上帝先呼召我，要我离开我本身的职业，然后进入到神学院读书，现在最后就出来了，全时间在教会侍奉。相反使命是怎样的呢？使命是很一致的，
使命咧係俾所有嘅信徒啊。乜嘢係我哋嘅使命啊？我諗你哋都估到啦，就係我哋要去係咪啊？使萬民咧係作耶穌基督嘅門徒啊嘛。奉父子聖靈嘅名咧，為佢哋施洗。凡係主吩咐我哋嘅，都要吩咐佢哋去遵守。咁咧，上帝啊，主耶穌咧就會同我哋同在，直至到世界嘅末了。嗱，呢個咧就係耶穌基督佢升天之前嚇，向住所有嘅門徒發出嘅大使命。嗱，所以咧，無論我哋個別嘅呼召係乜嘢嘢啊，我哋都必須咧係有責任去回應啊耶穌基督呢個嘅大使命，因為呢個咧係俾我哋每一個門徒嘅啊，無論係本地傳福音啦，去到外地做宣教啦。我哋都是努力的去拓展神的国，直至到主再回来。好了，讲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就是终于召命的喜乐。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什么是召命了。我们今天会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至到第四章第一节。我呢会用以下三个分题，可以大家看一个 slide。就是将今天的经文分开三段的。第一個分題就是忠於召命的態度，第二個分題就是忠於召命的行為，第三個分題就是忠於召命的喜樂。好了，現在我們不如一起祈禱吧。愛我們的天父，再一次獻上我們的感謝為祭。我們都知道這一輪的疫情都很麻麻，以致到我們根本上很多人除了公事之外都會留在家。但求主你都仍然是给我们有一份的平安。现在我们要去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都赐福恩待，给我们各人都能够有所学习。特别求你洁净高抹孩子的口，以致到我所讲出来的都能够造就到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Amen。好了，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的忠于召命的一個態度。經文是三章的第十二至到第十六節的。對於保羅來說，他的召命是什麼呢？他的召命就是在外邦人裡面去作使徒，意思就是呢，向那些外邦人去傳福音，以及在外邦來建立教會。外邦的意思就是要離開耶路撒冷，離開猶太人的地方。保羅的一生都是忠於他的召命的。在他差不多離開世界的時候，他在提摩太後書四章他就這樣說的，他說那個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要持守的道我亦都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無可否認，保羅的一生的確是忠於他的召命。咁我同你又點呢？不如我哋一齊跳入去經文啦，我哋一齊去讀第三章第十二節嚇，第一節我哋要讀嘅經文。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或者亦咧，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要我得著的。第一個問題就嚟啦，咁第十二節嗰度所講嘅得著係咩意思呢？原來之前第八節已經講咗噶啦，就係得著基督咯。咁得著基督又係咩意思呢？原來第九節又講咗喎，就係話咧得以喺基督裏面。咁好啦，再問啦，咁得以在基督裏面係咩意思呢？咁呢個簡單啦，呢個咧就係保羅時時咧喺好多嘅書信裏面都提及嘅，就係在基督裏嘅意思咯 ，in Christ， 在基督裏。咁其實在基督裏咧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解釋嘅，在乎上文下理邊一種嘅解釋適合啲。不過喺呢度咧，我就想將佢解釋為咧，或者睇佢成為一種關係，係一種非常之親密嘅關係。在基督裏即係同基督咧有一份非常親密嘅關係。打個比喻啦，我哋有一位嘅先生，佢係好深愛佢嘅太太嘅，佢同佢太太有一個好恩愛、好親密嘅關係。咁咧，佢成日咧都係希望咧佢太太係開心，佢亦都好明白佢太太嘅心意嘅。其實咁所以咧，就算太太唔喺佢身邊咧，佢整個人嘅心思意念咧，都會俾佢太太咧完全去佔據嘅。
以至到咧，無論佢諗乜嘢嘢啦，講乜嘢嘢啦，做咩嘢啦，佢都會考慮到佢太太嘅諗法係點咧，佢太太中唔中意咧？因為佢一心一意希望咧，佢所做嘅嘢啊，會令到佢太太咧係非常之開心。點解啊？因為佢愛佢太太。嗱，一個在基督裏嘅人咧，就係一個點啊？時時都被主耶穌咧啊，去充滿佢嘅心思意念嘅一個人。佢嘅心思意念成日都諗起主耶穌。而他做的一切，無論他說什麼，他做什麼，他想什麼，他都會想到就是主耶穌，主耶穌會不會開心呢？主耶穌會不會不開心呢？為什麼？因為他很愛他的主。所以保羅要得著基督，在這一段來說，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保羅很想跟基督有一個非常非常親密的關係。好了，另外一樣嘢要解釋下，就已經完全了。咁完全係咩意思呢？我諗大家都明啦。完全咪即係話完美嘅、完善嘅，冇瑕疵噶啦。再冇空間去進步，再冇空間去改善啊，差唔多啦咁嚇。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喎，保羅喺呢度咧，佢唔係話我已經得著啦，我已經完全啦。相反咧，佢話我仍然未得著啊，我仍然未完全啊。嗱，從呢一度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咧。保羅真係一個咧非常之謙卑嘅一個人，因為寫呢封信嘅時候咧，其實佢一手建立嘅腓立比教會咧已經有12年嘅歷史啦，係咪啊？佢做嘅事工咧已經係都好長時間。咁咧，保羅當時咧已經係一個咧有宣教經驗、有牧會經驗眾所周知為人接納、受人尊重嘅一位嘅使徒啦。因為咧，佢為咗主耶穌嘅緣故咧，其實佢受咗好多苦，但係亦都從主耶穌嗰度咧得到好多嘅恩典。縱然係咁咧，佢冇因為呢啲事情咧而感覺到好滿足啊，好驕傲啊，反而佢話咩？我要繼續啊，我要繼續努力去追求。好啦，咁啊講下追求啊，追求咧當然係一個動詞啦。喺原文裏邊咧，佢有一個時式嘅喎，即係好似英文咁都有一個時式嘅，嗰時式就係進行式。咁所以咧，呢個追求嘅意思咧，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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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樣去追求，係唔停嘅，不斷咁追求。所以咧，結果翻譯出嚟咧就叫做竭力去追求啦。咁啊，問題又嚟啦。咁佢對嘅追求啲咩嘢咧？佢嘅目標係啲咩嘢咧？嗱，喺第12節嘅下半節咧就咁講嘅。佢話咧，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都唔容易明啊呢句嚇。另外那個解釋我們不講住，我們不如講下原文。原文如果將它翻為中文可能就是這樣的，或者我也可以找住捉住找住那我被基督所找住的，都是難明的。即總之就是耶穌已經捉住他，他又想捉住耶穌。就在這個翻譯來講，我嘗試給另外一個的翻譯來提，就說即可以這樣去理解，就保羅很努力咧，係使到基督耶穌咧變成佢自己嘅嚇。點解佢咁想咁做啊？就係因為基督耶穌已經將保羅咧係變成佢自己嘅，變成咗自己啫咩？屬於佢自己。嗱，呢一句説話咧就好似係點咧？好似係一對熱戀之中嘅戀人啊！佢哋會講就話：我屬於你，你又屬於我，我裏邊有你，你裏邊有我啊！所以點解我話咧？在這一段在基督裏我是想解作是一個跟基督有非常密切親密的關係的一種狀態。好了，另外還有一個翻譯的我們都講了，就是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要我得著的，這個簡單一點。如果根據這個翻譯意思就是說保羅他是不是追求追求的，他追求那個目標其實原來不是他自己的目標來的，是主耶穌基督為他設定的目標來的。這個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保羅的一生呢都是以主耶穌的旨意成為他的旨意的。好了，我們現在一起來讀另外那兩節，第13、第14節。弟兄們，我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事，向著目標，竭力追求，為要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裏照我往上去得的獎賞。和合本有另外一個的翻譯，當然是很出名，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說要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罪标杆直跑，很有诗意的一个翻译。但是呢我们都是呢、stick to 呢我们的新译本、我们讲一下第十三节的所谓得着了。在这里呢我们十三节呢我们要跟十四节一起看，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保罗所讲的要得着呢，他是要得着什么呢？是得着一个奖赏、跟着他说只有一件事，一件事。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其实他很专注的、他什么都不做，他是用了所有的心力呢去做好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那个目标呢竭力去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照他往上去得的奖赏。那我们逐个解释一 下什么叫忘记背后呢？忘记背后绝对不是因为啊保罗呢就即太多事忙啦，唔记得咗啦，或者年纪大啦，记性唔好，唔系，佢系刻意嘅忘记，佢系特登忘记。佢要忘记啲咩？佢要忘记呢从前种种嘅成就，佢个成功嘅经验，但系佢亦都同时要忘记呢佢以往嗰啲失败啊、跌倒啊、犯罪啊、得罪神啊、唔好嘅地方，佢通通要忘记。点解？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忘记以往的成就呢，很容易你就会自高啦、自满啦。而你不能够忘记自己的失败啊、软弱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要灰心啊、沮丧啊，你完全没有那个能力继续向前行。所以呢在这里忘记背后呢是有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呢是专注回前面的事继续去向前行。好啦，努力前面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努力當然是竭盡全力去做，努力出盡力。前面的事其原文就是這樣說，就是說奮身向前，向前面伸出去。其實即是什麼呢？就是好像你想像一下，好像在運動場上面一個跑手，他跑緊的時間他全個身體都配合著，然後整個人就向前衝，那種的狀態就是這個向著、就是這個 是前面的事的意思。跟住呢就話向着目標，目標係咩嘢呢？我諗喺呢度如果當係跑嗰個嘅即係一個 metaphor 呢，一個比喻呢，就係向着運動場上面嗰個賽跑嘅終點線，嗰個終極嘅目標去跑。竭力追求，個追求亦都係好似之前所講啦，係不停追求。好啦，跟住呢要解啦，就係神在基督耶穌裏照我往上去得嘅獎賞。呢個獎賞係乜呢？我想有些事是需要知道有关这个奖赏。第一，这个奖赏是上帝为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预备的。如果你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你是不会得到这个奖赏的。那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这里很简单就可以解作那些相信了耶稣重新得救的人，他就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咁咧，跟住講啦，個獎賞係咩咧？咁嗱，如果我哋又翻到個 metaphor 個比喻嗰度咧，喺羅馬即係喺保羅嗰個時代咧，其實咧呢啲嘅競技啊，你呢啲嘅運動會咧，如果你贏咗咧，你會有一個冠冕嘅，個冠冕咧要用花啊、用葉啊嚟到做好靚嘅一個桂冠。好，但係呢度咧，佢好明顯咧就係講緊天上嘅獎賞啊嘛。咁所指嘅應該係咩嘢咧？就係點啊？就係除咗永生之外。除了永生之外，神是額外去賜給那些努力拓展神國的人的一個的賞賜。是的，就是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保羅所說的，那些人呢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面用金啊、銀啊、寶石啊去建造那些工程，他可以經過火，然後他都不會沒有了，他就會得到賞賜了。这个赏赐呢是满有荣耀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亦都可能呢好像是保罗呢，我们都不知道赏赐是什么其实。但是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刚才都读过啊，就是说呢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好。那么讲到这里呢，从以上的三节即是十二、十三、十四呢，这三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保罗是用一个在运动场上面比赛的人的心态去形容自己那种竭力去追求，追求得着上帝从上而来的奖赏的这种心态。他是尽心竭力，就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召命。所以就好像在运动场上面一个比赛的运动员一样，
佢對自己嗰個嘅目標咧係點嘅，係非常清晰嘅嚇。佢亦都好專心嘅，佢嘅眼光專注住運動場上面嗰個終點線啦嚇。佢咧亦都冇咧俾以往嘅勝利嚇衝昏頭腦，亦都冇俾以往嘅失敗咧嚟到困擾佢。佢一開始咧就係全心嘅啊，盡力嘅去跑。佢帶住一個謙卑平和嘅心去跑，係佢向住終點去跑。啊，佢完全冇跑過任何冤枉嘅路嚇。呢個咧就係保羅啊，忠於召命嘅一種嘅態度。好啦，啊，我哋而家咧一齊再讀第十五、第十六節。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就应当这样思想，即使你们不是这样思想，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好了，这两节啊，第一个要解释一下的就是成熟啊。这里所指的成熟是在信仰上面的成熟，很明显保罗就是一个信仰上面成熟的人，就应当这样思想，即是你应该这样想。这样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保罗一样的想法，就是说保罗有这种忠于召命的态度，这种的想法。不过如果我们在灵性上面真的不及得保罗，没那么成熟，那怎么办？咁保罗就话唔使惊，就算系咁咧，神都会透过圣灵咧去指示我哋嘅。第十六节啊，就系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系咩意思呢？原文如果直译咧，可以咁翻译啊，就系然而不论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啊，总要按着一个相同嘅原则而行。换句话讲咧，我哋嘅成熟的程度可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必须一致的、所以呢即是说你做到多少呢就可以做多少、起码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那个的生命的方向是一致、其实上帝很公道的、他会依照、每一个信徒不同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程度呢是作出不同的要求的、讲到这里呢、第一个部分就讲完了、我们要进入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忠于召命的行为。我们刚刚讲完是那个的态度，现在我们要讲行为，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到读，是第十七至到十九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给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我常常告诉你们，现在又流着泪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在第十七节呢，保罗就叫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去效法他。效法就是跟随模仿的意思。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是请信徒效法他，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他都有这样的要求。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就除了劝勉那些信徒要效法他自己之外，他还加了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就是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劝勉信徒去效法他的一个的注脚，一个的注释，也都解释了为什么他要那些信徒效法他呢，其实就效法他去效法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保罗他够胆向信徒发出一个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很不简单。如果你认真地想，如果保罗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好的，譬如他的生活不是那么敬虔，不是那么圣洁，不是那么谦卑，不是那么顺服，不是那么忠心，不是那么良善，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么他就大件事了。他做一个这样的要求一定有反效果。但是现在他做一个这样的要求，他够胆去做一个这样的要求，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其实保罗的生活的确是怎样，就好像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他所说的，他的生活是圣洁、公义、
无可指责的。好了，原来保罗呢除了要求信徒呢去效法他之外呢，他还要他们呢怎样留意那些呢照着我们给他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首先讲个留意，先留意一个动词啦。原文的时式亦都是进行式，即是话呢是不停不停咁去观察，去留心，去咁样。咁照着我们给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呢，就是话呢嗰啲呢听咗保罗嘅教训，就是以保罗同埋提摩太佢哋所教导嗰种嘅做人处事嘅原则去行事为人嘅嗰一班嘅信徒。保罗要腓立比的信徒留心去观察这些这么好行为的人的榜样，然后就去跟从。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信徒是不应该离开了一个信徒的群体过独立的信仰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反过来来讲，信徒应该所有信徒应该是在一个信徒群体里面一起去生活，以致能够互相的激励，然后一同的成长，就好像这里这样，我们看到人家一些好的榜样，我们就激励了我们就可以学习，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所谓模仿观察模仿，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个门徒训练的影子。如果你想想耶稣基督当日他都是收了12个门徒和他们一起去住，是很近距离给他们的门徒 去观察他，去模仿他。第十八节，保罗不单止是要求腓立比的信徒是留心观察一些好的行为榜样，他也要求他们留心一些什么失败的行为榜样。保罗就说怎么说，在十八节他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个什么意思呢？不如我们先讲了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识了个道理先。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就说人得救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好行为，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这个的恩典。还有呢，亦都唔係话呢因为呢你係跟随一啲宗教嘅传统，好似去受割礼啦，咁你就得救，唔係呢啲嘢。咁基督十字架嘅仇敌咁又係咩嘢呢？就係一啲唔相信头先我所讲你俾你听嗰套嘢嘅人囉。佢哋大致上传统嚟讲呢有两类人嘅。我哋逐一个讲，第一类係咩嘢呢？第一类呢就係认为呢十字架呢个道理，哎呀实在太愚蠢啦。哪有人蠢得那么交关的，同埋都不合逻辑的，为什么要死然后另外救回一些人，你死又关他什么事？即这些是什么人？这些就是外邦人，通常就是什么他们 是用那个希罗的文化观点去看这件事，他接受不到，他认为太蠢了。希罗文化就是说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从这个观点去看他们接受不到，太蠢。另外一班人呢，在传统来讲另外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呢传统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接受不到。因为他觉得有没有搞错，尼赛亚是来拯救我们的嘛，怎可能死在十字架上面，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怎可能是尼赛亚。所以对他来讲呢，十字架呢就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呢耶稣就是尼赛亚，就是救世主。好啦，喺呢一度呢，不过我觉得喺呢一度呢，保罗所讲緊嘅呢个基督十字架嘅仇敌呢，唔系呢两类喎，系讲緊另外一类喎。边一类呢？我会咁形容佢哋呢，就系嗰啲话信耶稣嘅外邦人同埋犹太人囉。因为佢哋虽然个口就话信，但佢哋嘅行为，我哋讲嘅行为完全呢系唔似信嘅人囉。第十九节呢，保罗咁写，佢话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土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保罗先就讲出他们的结局，他们会怎样？他们就是会灭亡，他们不会得救。他们是什么人呢？我刚才都讲过了，有些呢就是犹太人，有些是外邦人。犹太人先，讲犹太人先。这些人呢应该就是那些坚持什么？你就算信耶稣你都要受割礼，如果不是你不会得救，就是一班这样的人。咁呢，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呢就是怎样说他们呢？他称呼他们是狗。咁这个呢是非常之大的侮辱来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狗是不洁的动物来的嘛。
咁既然係咁啦，保羅點解會咁重語氣，用一個咁狠嘅字咧嚟到去鬧呢班人咧？啊，主要咧係因為咩嘢咧？係因為咧呢班人嘅行為啊，唔單止侮辱咗十字架上面成就咗嘅救恩嚇，唔單止咁，佢更加會拌到嗰啲信心軟弱嘅弟兄姊妹啊！啊！嗰啲人睇啊，咁點算啊？我係咪都要受割禮啊？呢啲信心軟弱嘅人，佢就會拌到佢啦。第二類咧，就係嗰啲虛有其表嘅外邦信徒啊。點解咁講咧？咁啊，因為咧呢一班信徒本來唔係猶太教嘅，咁佢入到去其實佢完全唔使計跟嗰啲猶太教嘅傳統嘅律法，但係咧佢哋就濫用咗咧喺基督裏面嘅自由，佢以為信咗基督是什麼都可以的，仍然好像以前那樣，他們放縱情慾，終日就只懂得去飲酒、宴樂，甚至會過一些道德敗壞的生活。而這一類人有一個特性，他們特性是什麼？他們只是思念地上的事，他們從來不思念天上的事。這一班人的行為就好像一些沒有信仰的人的行為一樣，他們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意思就是什麼？他們自己就是自己的神，為著滿足他們一己的私欲，這個就成為了他們的網絡，就成為了他們的偶像。他們只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這個意思是什麼呢？在第三章的前半章，即上個星期 Dennis 都說保羅是視萬物為糞土的嘛，即完全是覺得那些是廢物，不值得的，唯有得著基督嘛。現在他們高舉的可能就是什麼呢？你看看我們有錢了，這樣吃法了，我們可以過這些這麼奢華的生活了，那我們呢就覺得自己呢很有榮耀，很驕傲，那這個呢 在保羅的眼中當然不是榮耀的事啦，在保羅的眼中這個呢完全是一個呢羞恥的事啦，是吧？好了，差不多完了這段呢，但我想回頭看一看第十八節，我想有些東西跟大家說。第十八節咧，嗰度保羅話：我常常告訴你們，現在又流住淚嚟到講。保羅咧其實係腓立比嘅信徒嘅屬靈嘅父親啊。點解？因為係佢將呢個福音帶俾腓立比嘅人嚇，令到佢哋相信成為基督徒嚇。咁你睇下佢咧係點咁樣樣，點樣去全心全意去服侍呢班嘅弟兄姊妹。你從呢兩句咧，你就睇得好清楚啦。啊，他呢，這個保羅呢，他對於真理的提醒，他不止一次，他不止兩次，他很多次還要流著淚的去提，他這種行為足以表達出來，他呢，這個人對於上帝交託給他的召命，他是多麼重視。當他去服侍這些弟兄姊妹，他要完成他的召命的時候，他是多麼的認真，一點都不馬虎，是很殷勤去做。好了，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小结了。就是说从这三节来看，保罗其实是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同埋他鼓励他们要去观察和仿效保罗自己的行为。也都鼓励他们去观察和仿效那些和保罗提摩太一樣有好行為的信徒那些的行為。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提醒他們留意，因為呢有很多人那些的行為呢是跟這個基督的十字架為敵的，那他就勸他們你不可以去跟從他們這些行為。那去到這裡我們不如這麼說，那什麼是在這裡聽完這麼多，那什麼是召命的行為呢？就是一個忠於召命的行為，我想就是一個願意從耶穌基督自己，從保羅身上去學習的一種行為。他的行事為人一定是會跟他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相稱的，他會侍奉神，他會服侍弟兄姊妹，還要很認真很殷勤地服侍這種行為。又雖然我們不需要跟從舊約的一些律法，但我們絕對不會濫用基督裡面的自由。而我們做人處事的時候，我們都是以天上的事為念，而不以地上的事為念，這一種呢就是忠於召命的行為了。好了，講到這裡第二部分也都講完了，現在呢我們要進入第三部分，就要講忠於召命的喜樂。好，我們現在一起來讀，
读第三章二十节至到第四章一节，我哋一齐读。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四章一节。我所想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的，你们应当靠着主站立得稳。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保罗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要跟保罗一样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召命。在第二十节保罗就再提及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是天上的公民，我们盼望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到时呢，在二十一节呢就这样说，他说主耶稣呢就要运用自己的大能呢，就将我们卑贱会扭坏的身体呢就变成荣耀不会扭坏的身体。当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很认真很殷勤地完成了我们在地上面的召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在新天新地活在一个永远不会扭坏充满荣耀的身体里面那种的喜乐。这个想法对于你们后生仔女可能不是很吸引，但老实说对于我们这几个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要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身体一日一日地衰残，一个不会病不会痛又不会死的身体，实在是一个福音来的，好得无比，想起都很开心，绝对是大喜乐。好了，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说，他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我想问下你，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跟保罗一样在地上面的时候，我们衷心乐意地传福音，去训练门徒，好好地去完成主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那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样了，就是以那些藉着我们接受福音的人，以他们是作为我们的喜乐，作为我们的冠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努力，我们靠着主，我们站立得稳，我们一定要忠于我们的召命，将来在天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起去享受忠于召命的喜乐。好了，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天。有很多信了耶稣的人呢，觉得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天堂了，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对于将来能够得着上帝的奖赏呢，就似乎没什么兴趣。很多人呢都宁愿在世界上面呢是过得好一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啦、时间啦、金钱啦，都会放在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而对于主耶稣的大使命啦、神国的拓展啦，我们投入的资源呢相对地呢是很有限。到我们的生命完结，我们望返转头，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啊，这几十年其实都算是这样啦，几好啊，几安乐啊，几开心啊。但是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在永恒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见到很多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些弟兄姊妹在主耶稣那里得着奖赏的时候，而我们自己就只是紧紧得救。在无限的时间里面，当我们想回头，我们会不会后悔呢？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很多时候都很蠢很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做很多的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选择都不是以天国的事为念，相反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事为念。求你都宽恕我们，求你都赦免我们，也都求你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在你面前去活，我们很认真的去活，我们很认真去回应你给我们的那个的呼召和使命。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里面，求你给我们有刚强壮胆，我们够胆去回应你的呼召，
去活出你的使命。我们恭敬的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感謝天父俾我哋有一個好嘅崇拜。以下咧有幾個簡單嘅報告。第一個報告咧就係有關我哋寫字樓嘅開放時間。咁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咁由星期一開始，我哋嘅開放時間咧就係由星期一至星期五啦，係早上嘅九點至到晏晝嘅一點。請大家留意啦，係早上嘅九點至到晏晝嘅一點。第二個報告咧就係有關咧呢個宣道士女士工啊，請大家睇下呢張 slide 啦。咁你見到有五個好精美嘅口罩，咁咧就係我哋嘅宣道士女咧特別為咗支持宣道士女士工嘅弟兄姊妹而做嘅。咁咧就歡迎咧喺辦公室時間，即係朝頭早九點至一點呢段時間咧，翻到嚟教會101室就可以索取噶啦。由於數量有限，每個家庭只可以攞最多兩個。咁攞咗之後咧，歡迎你自由奉獻。奉獻嘅全數咧用喺關懷宣教士嘅上面嘅。第三個報告啦，就係有關與牧者共話將會繼續舉行嘅。咁聽日星期日嘅晏晝2點鐘咧，係我哋用 Zoom 嘅形式嚟到舉行。咁嗰個 link 咧就透過小組同埋咧呢個團契已經發放咗出去噶啦。咁啊，歡迎大家翻嚟傾下偈。第四個報告咧，就係咧12月頭咧又有呢個嘅聖餐啊，咁所以咧歡迎大家咧翻到嚟教會可以攞嗰啲咧係一個杯啊，有個餅咁樣樣，咁你就可以翻到屋企咧嚟到用嚇，亦都係咧寫字樓嘅時間嚟翻嚟攞嘅。好，第五個報告啦，
就係、是、下一個禮拜，我哋會有周牧師 Pastor Raphael 喺我哋當中嚟到傳講神嘅信息。咁佢嘅經文咧就係、是、喺腓立比書第四章二至九節嘅。咁啊，好希望咧下一個禮拜都仍然見到你哋翻嚟阿丫丫 online 同我哋一齊崇拜。現在咧，我想邀請大家咧喺你自己嘅地方咧係起立嚇，我哋一齊咧用信心去領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现在直至到永永远远。阿们。